Hello， 大家好，5月17號的老懶周記，咁就上個禮拜嗰集都未出㗎，咁啊今集就特別版啦，一出就會上一個鐘頭節目啊，上禮拜。啱啱上啦。係咪半個鐘頭啊？上禮拜。咁啊，大家耐性啲啦，因為煙雞病重 ，OK。咁今日坐到喺度咧，同大家繼續做老懶周記都算係托賴啦，我哋同佢作福。嗱，我係啤梨。客家佬，煙雞。嗱，咁我哋現場個環境同我哋平時唔係幾同啊，因為我哋今日喺酒樓度咧作呢個最後嘅 rehearsal， 咁啊訂咗間房，因為今日係客家佬生日，幾多歲？同大家講下。22歲。22歲。22歲。你都22歲。22歲咁撚肥屍大隻，真係都好撚大鑊。咁啊，客家佬就大過我6年。啊，咁大家計下啦，如果知道我幾多歲嘅話，我屬羊嘅 ，OK。係夠意啊。咁啊，50幾歲有咩生日願望啊？我都係嗰句啦，喺呢幾年咧，我最遺憾一樣嘢，原來我咧，我同個撲街冚家產咧，阿曾玉成咧，同一日生日嘅，係我所知嘅每一日嘅生日嘅遺憾咯。你真係大撚鑊啊！你以為你同阿曾玉成叫做大撚鑊啊？曾玉成係撲街冚家產啫，不過咧都叫有啲水平，仲有一個叫做蔣麗雲啊。你係蔣麗雲一模一樣生日，差啲。喂，佢可能同你咁上下年紀嘅喎，蔣麗雲應該大過你，蔣麗雲。我後生過佢嘅，睇佢就。因為蔣麗萍都大過我，咁佢哋好撚多兄弟姊，即係幾個家姐啊嘛。多㗎，好多。蔣麗雲係大㗎嘛。嗱，今日我哋唔好講嗰啲閒偈啦，今日我哋就5月24號啦，而家作最後吹雞啦。咁啊，好多之前問我攞户口啊，話入錢嘅，到而家都未報名。咁我諗我哋嘅我哋就唔同人哋嘅，亦都唔會現場賣飛。咁我諗我哋應該係最遲咧，22號星期四咧就會截止落實咧，就編排座位啊，就費事咧想搞得好啲，因為我哋今次直情當係 show 咁做㗎啦。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咧 WhatsApp 我啦，或者大咪去查詢嘅情況，咁啊報名。阿大咪嘅電話係93，佢唔撚記得咗啊！屌你自己揾啦，上個網入邊93唔撚記得。我就669824429啦，咁可以 WhatsApp 我咧就我會即係話俾你聽個情況係點樣嘅。咁今日老懶周記咧，我哋喺個酒樓現場啦，啱啱就練緊幾隻歌啦，我哋 live band 就唔係唱卡拉 OK 咁樣奔走嘅。咁就希望到時即係下禮拜咧，都會喺呢度見到大家。咁就今日有幾樣嘢想講下啦。頭先我即係做老懶周記，其實爭啲都唔記得咗要做啊。落到嚟酒樓又唱卡拉 OK 又成，咁啊想講下啦。教評會嗱，我啱啱上報紙咧，呢啲飲嘅又冚家產咧，你真係點你話點能夠怪香港人？嗱，教評會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今日報紙睇下未啊？嗱，教評會咧嗱，即係叫呢、這個叫做教育評議會。咁我有個發言人叫何漢權，佢就話嗱，佢哋咁講喎，佢今朝喺電台節目度指出，好多教師係憂慮佔中，而佢個人亦都唔贊成佔中，質疑點解殖民地時代啊冇普選但係冇佔中，而家有普選就偏偏要發起佔中。嗱，佢更加話五四運動同埋六四事件咧係唔同嘅，因為五四運動係為咗內除國策，嗱佢嘅嗱你聽清楚各位。外抗強權的運動，而六四事件是因為有學生傷亡，所以的確有公民抗命的原因。嗱，即係話呢個何漢權咧係認同五四運動同埋六四事件嘅 ，OK， 但係認為佔中係冇必要嘅。嗱，咁我哋啊，煙雞你可以講下啦。你可能係啱啱聽見啫，有咩感覺啊？都係講埋嗰啲三幅被啦，全部都係針對佔中㗎啦。係，嗱，好明顯，首先佢就。佢喺言論之中，佢都有即係批評黑言嘅，咁但係咧講到尾 at the end， 佢就唔贊成佔中，同埋咧佢話點解殖民地時代嗱，好撚多人好中意用呢啲嘢嚟講喎，包括睇街嗰啲老人家，即係話而家嗰啲唔係話呢個政府做得好啊，但係嗰時你哋唔爭，點解而家嚟爭？即係咁嘅理論啊，咁我哋點駁佢咧？客家佬，其實咧好簡單嘅啦，我就咁駁咯，你97之前。好多嘢，最簡單舉一樣嘢，公屋係英國政府係一個好寶貴、好寶貴一樣嘢，係俾我哋香港人嘅。你97之後對比下，嗰啲年青人或者有需要嘅人，佢係非常艱難地上公屋，因為點解咧？計條數，你97之後，你共產黨侵略咗香港17年，你不斷有。新香港人落嚟香港，係不斷咗侵佔你本身香港本土人嗰個權益啊嘛，呢個先係重點咯，我覺得就話。咁啊，所以要去接觸。
當然啦，民粹民主。其實呢個只不過舉其中一個上樓啦。係再簡單啲講啦，老實講啦，係人都唔想做想佔中噶啦，佔中就係籌碼嚟嘅啫，就去爭取民主啊嘛。咁但係其實個道理個邏輯就一樣咁推演啫，以何漢權咁樣撚樣一次過答曬佢。佢話：咁點解以前你去唔即係唔爭取民主，而家爭取啦？其實不嬲咧，喺殖民地時代都有一班人嚟爭取民主嘅，意志係好堅定嘅嚇。包括而家嘅教主，或者你哋話係狗閪嘅黃毓民 ，OK？ 其實係一大班社會運動家咧，係起碼口講支持民主，包括而家嘅民主派 ，OK？ 咁但係嗰陣時個市民個民氣咧，事實上亦都煽動唔到嘅，即係鼓動唔到啊，因為生活好啊嘛，就係咁撚簡單嘅咋。你哋好多人咧。又話：哎，點解有外國人你哋真係賤啊？有外國人你哋唔去爭自己人管自己人，因為你是自己人嗰種賤啊嘛！我上次同啱啱現代豪俠傳我已經講過啦，我真係無謂掩飾啊！有少仲扮冷正義，屌你咩？喂，講真，人就好撚簡單嘅，因為作為一個人，我哋要好嘅生活同埋發展機會。如果我哋冇呢兩樣嘢，喂，我無論做咩角色都大兩幕啦。OK， 咁而家回歸咁多年，客家老頭先講得好啱啦。喂，我哋眼見。是一個冇權力制約啊，即係市民冇權力去制約嘅政府，可以倒行逆施，甚至乎殺人放火去做乜都得嘅。咁嘅時候，我哋梗係要爭取真嘅普選啦。咁頭先嗰個何漢權真係閪諗到咧，佢話點解而家有普選就去佔中？佢呢啲係咧叫偷換概念。喂，呢個唔係真正嘅普選啊嘛。佢成日咧將嗰種即係你知香港人老實講係真係幾撚死蠢嘅。OK， 包括我哋嗰啲中產 friend， 會有得投咯喎，都進一步啦。問題是如果呢個你哋認為是進一步真係有得投啦，嚇、啊、咁但係共產黨當佢發覺，喂你哋都噏春啦，佢唔欠你啦，俾咗呢個有本國特色嘅，即係或者即係本港特色嘅普選你哋，咪夠咯，咁啊行到直到永遠噶咯喎 ，OK？ 因為咧嗱，習近平你哋要留意咧，無論習近平或者之前嘅胡錦濤啦，或者甚至乎江澤民，都係強調係有中國特色，不能搬外國西方嘅一套啊嘛。但係擺明而家咧，西方咧就係我哋嘅，真係我哋諗嘅嗰個普世價值嚟噶嘛。OK， 咁所以咧呢、這個何漢權啊，教評會我又唔知佢係之在此之前啊，我就唔知佢，因為應該叫做教育評議委員會全名係咩政治立場嘅。咁但係睇翻而家咧，包括我哋一直敬仰嘅人啦 ，OK， 即係你令到我不能夠不懷疑咧，就算我哋所敬仰嘅人咧，即係我哋呢排同好多人食飯啦。喂，收到呢封係差唔多個個都係投咗共嘅喎，咁但係個個同我哋講，個個即係話蕭若元投咗共啊，話黃毓民投咗共啊，話鄭大巴投咗共啊，咁呢啲人啦，我其實唔止話呢幾個嘅，不過呢幾個有名有姓喺度講啦，咁其他都係嘅，哇，個個都投共啊，基本上我都想信啊，但係唔該你拿出證據來啦，係嘛？咁啊，但係咧，你話教評會啊，呢啲唔係公眾人物啊，揾咗幾份工咧，佢哋投共啊，或者係毫無底氣咁樣去抵抗咧，咁我就係、是一定係認同嘅。我亦都承認，我哋事實上身邊好多人咧，係寧願放棄，即、就、係、是、寧願放棄永久嘅自由，即、就、係、是、為咗而家一時嘅安逸嘅啫嘛。咁今日你有冇睇李儀喺蘋果寫嗰篇嘢啊？嗰篇論文寫論文。嗱，我就你有冇睇啊？應該冇。嗱，佢最主要咧，我靠記憶咧，我立過。嗱，李儀呢排啲社論咧話越嚟越精明 ，OK。佢就係話點解即係我哋而家呢一班大人啊，最主要係咁，我靠記憶啦，仲要去打擊而家呢班後生仔去爭取選舉嘅底氣，並唔係今年個政改成唔成功，而係當佢哋連呢個爭取夢想、自由、學業、升職、選舉嘅權利都冇埋嘅時候，將香港將會變成點？咁啊，呢個我哋而家拍幾耐啊？喺呢度好似冇乜時間觀念十分鐘到啊 ，OK， 咁啊仲可以講埋落去啦。我哋去講住先啦。咁你點睇啊？李儀啊，不如我揾少少啊。頭先我好似睇到，屌黃宇都有電話喺度。屌你老母，而家唔係做緊現代豪俠傳，如果唔係即刻咧，屌你真係閪片頭啊！呢個何漢權個樣都真係想打撚死佢咁滯。嗱，評論咧個埋葬年輕人嘅熱情將摧毀香港將來。咁我哋對香港將來咧，其實就喺客觀上就冇乜希望嘅。咁但係黑暗時代入邊咧，從來咧。都是咁樣啦。喺我哋最絕望嘅時候咧，你係唔知點解，你真係覺得係毫無希望嘅時候咧，就會出咗嚟嘅。嗱，最主要咧，嗱，頭先嗰個 heading 咧就係埋葬年輕人嘅熱情，將摧毀香港嘅未來啦。佢就話眼看泛民又再分裂 ，OK， 中共港共就要乘勢打落水狗，幫港出聲啊，讀客老師。咁啊，
最主要咧就係、整台戲最無恥咧就係要埋葬年輕人嘅見義勇為，推動社會改革嘅熱情，要佢哋屈從於嗱、要年輕人屈從於升學、就業、移民不能留案底呢一種現實利益。好啦，咁啊，跟住佢又舉翻幾個例子咧，就係、是、國學大師啦，譬如即係之前講過啦，阿牟中三啦，或者係盧梭啦，都講過類似嘅説話，就係年輕時候反對社會不公咧，係年輕人有即係嘅正常現象啊。嚇，咁你啊應該講下。大部分的社會運動咧，都是由學生主導一開始，跟住就喂，你揸住條線穩陣啲。跟住其他的社會的各界人士就會紛紛加入去，就一起壯大嗰個行動。嗱，呢個都有啲功利主義，就係因為學生有個純粹性，於是乎我哋希望學生帶頭，然後我哋大人去加入，嚟形成個社會運動。但係李儀咧寫呢一篇嘢咧，亦都深得我心嘅就係、是，你如果要後生仔屈從於現實，即係譬如升學啦、留案底啦呢啲嘢，於是放棄佢嘅熱情，呢、這個先係最可怕啊嘛！所以就會摧毀香港嘅未來啊嘛！其實我哋行得出嚟，我哋最痛心疾首嘅咧，就係、是所謂嘅進步民主派，為咗圓滿佢哋自己對事物嘅睇法，於是乎立即係講咗好多，其實我哋一聽就知道係好唔合邏輯，又或者一聽就知道，縱然好合邏輯，但係都有偏頗性嘅，有色眼鏡戴住去笠嘅嘢，我都覺得心苦痛絕嘅。不過我哋咧，即係條理同無難關係咧，年紀大啲，咁啊有陣時咧就會係即係柔順啲咯，由你哋講咯，我哋咪就咁照聽咯嚇。喺呢一方面我都保留嘅，就係、是、想團結少少咧，一班係堅實佔中嘅力量。你好似有評論認為啦，好多人認為，譬如六月廿二號應唔應該去投票咧？阿家樂點睇啊？電子公投呢、這個一定要啦！你即係無論當然啦，佢哋未必即係其他啲人未必配合到，但係問題話你要講價，你一定有本錢。我覺得當然啦，越多人越多人出嚟投。你個本錢越高，當然啦，未必去到正式五區高頭。當年咧係有五十萬人投嘅，今次都好難，未必有呢個數。嗱，以我哋睇咧，電子公投就肯定係冇認受性啦。但係既然咧，而家社會上面都當佢呢一樣係一件事嘅時候咧，你就係、是、嗱，你好似琴日咧，阿林連陳四萬啊，呢、這個短命冚家產咧，其實七十幾歲有啲人都叫我唔好講到咁絕。你話陳方安生唔死全家或者絕子絕孫啊啲孫啊啲室啊全部屌你乜三歲就養唔大，邊有天理嘅啫？係咪先？真係冇講錯喎！呢啲冚家產，佢而家仲係要高高在上，係嘛？你好似屌你粒，琴日曾玉成竟然我睇佢曾玉成都有六十幾啦，竟然有六十幾歲啲咁嘅老鼠成，喂！佢呢啲唔死全家都冇撚用啊！屌你老母喺你蔣麗雲呢啲，喂！即使係幾慈母，好似范徐麗睇人話係慈母就唔死得喎，慈母就唔使死人。佢對佢個女似，對我哋香港人唔似啊嘛。所以我哋慈見偉道嗱，就唔好扮撚曬嘢。係嘛？喺街見到咧，講話兇狠，屌你老母！見到係碌撚，見到啲撚樣好似學我阿 Ben 你哥咁樣，見到蔣麗雲兜口兜面就屌佢老母，唔使扮斯文。呢啲係正確嘅做法。嗱，我就希望咧喺個電子公投入邊咧，無論點樣都好。嗱，我自己其實個人喺呢個方面咧，我自己嚇，我未同組織亦都未同任何聯繫嘅組織商量過。反而我係希望出三鬼方案喺呢一刻。OK， 嗱，今日我講咗先啦，一定早過黃毓民，一定早過蕭若元，我哋講噶啦，係講我嗰個即係睇法。因為出三鬼方案咧，嗱，你而家咪民主黨而家話佢六二二之後就會唔再參與曾寶蓮咧，曾寶蓮嘅歷史任務完咗啊嘛。六二二之後，我希望如果出得嚟，雖然好撚難啦 ，OK， 係三鬼方案，係相對比人哋方案或者學界方案更加保守嘅方案出咗嚟之後。而你民主黨竟然唔為佢背書，咁你就含得冷著面講啦。因為對我嚟講係啦，老老實實啊，民主黨滅亡，或更甚於即係對我嚟講啊嚇嚇。雖然好似好緊唔啱，但係我真心係咁諗啊，我喺講啊，佢滅亡啊，仲緊要過香港嘅民主啊。有人話，有人會話噶，扮撚曬嘢，好似你柱明嗰啲又係冚家產嚟啦，七八兜嘢唔撚死都冇撚用噶，喺度維和香港啊，你柱明。我話：哎呀，香港嘅民主梗係重要過民主黨啦！我唔係咁講啊，喺我覺得民主黨不死，屌你老母，香港有民主，我睇佢骨眼氣。
因為呢班冚家產實在係太過冚家富貴，所以咧，阿鬱敏咧呢排啊酸溜溜啦，有啲我聽佢語氣，雖然佢可能會屌柒我跟住，但係咧就應該都唔會嘅，以我同佢交情，佢就成日話兩個黨咧脱離唔到佢嗰個思維，佢繼續行事啊嘛，縱然同佢唔拖。咁呢個咧，首先我要講話，可能有人嘅人又唔啱聽喎，呢個係客觀事實啦。因為喺一個大羅大方針入邊，喂反共打陣民主黨，喂邊有錯㗎呢啲？黃毓民講咗廿鳩幾年，佢就算有一日話佢話唔玩啊，我哋呢一班人啦，或者而家熱血都會見到，甚至乎人民力量啦，我哋所有進步民主派，包括對佢好多批評嘅社民連等等等等等等等，喂你冇係你嘅，冇得唔攻擊民主黨啊！因為啊，我最記得咧，當日咧呢一個一個好惹火嘅社運界人啦，叫天河名人啦，呢個撚樣。他就走去跟我們一起在維園屌柒啊民主黨，他那句呢就深得我心了，所以呢我們下星期系慶呢他都可能會，雖然未給錢他是賺賺給這期，但是他都可能會出席的，他就那句就是說呢民主黨不死是香港死的，那這句說話呢就是擲地有聲，第二次回來再說。